标题，一代女神钟楚红近日曝光，景文明显同是58岁的惠英红却美翻天。当初的一代女神钟楚红近日曝光，吸引多时的她生活过得很悠闲。据港媒报道，她不时与三五好友喝茶相聚，经常带上黑超前往各名牌店消费。但从港媒爆出的钟楚红近照中可以看出，因58的年纪，虽然生活悠闲富贵，但还是免不了岁月的侵蚀。虽然被黑超遮住了大部分脸，但其脖子上皱纹格外多，看起来皮肤也很松弛，不似年轻人般紧致。网友们看完不得不感叹一句美人迟暮。但其实同样是58岁的惠英红，之前其参加了某档综艺节目，在节目中可以看出惠英红越发有韵味，且保养得非常得宜。其实年轻时的钟楚红妥妥的女神，出演的电视剧都是绝对女一号，而且都是女神类型，成为当时不少年轻少年的梦中女神。而宣布息影时，更是让不少观众为之扼腕。而惠英红当初却是打女出身，出演的角色都为配角，有时更是恶毒配角。内地的网友对其印象最深的还是惠英红扮演的灭绝师太形象。当时的她出演灭绝，不仅角色偏执，整个人都很阴郁，看起来与美挂不上钩。本来以惠英红的颜值是完全比不上钟楚红的，但经过岁月洗礼，we'll be right back.